现在是换膜。换膜。先把这个这里有松紧的，先把这个松了，然后把那个膜放进去，然后这样把它拧紧，拧到它两边卡死、夹紧了之后，就动不了。对，拿到它动不了。嗯，动不了就 OK。然后从这里穿。这边这样穿，这样穿过来，然后再到这里，然后又从这边翻过来，这样子，这样穿。好，听一下，听一下。就我们这里也是有配这个穿模器，如果看视频不太了解，也可以先。按照看一下这个上面，然后再转动点，然后把这个合起来，合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拉紧，这个放下来，要合起来，这里有开合了，穿模的时候要开了，就是夹了模的时候要合起来，然后这个合起来，然后按那个指，这手指的意思。对，然后夹到这里，又把这个合起来。这动作手。OK， 到这步又合起来。那先点动，看看那个带走顺了没有，然后再开机。看着这个带这样子就可以了。